come forward to get it, because tonight she can have the personal refuge empowerment blessing tonight. Thank you. Hello, hello, test. 好，现在是7:55了，快要接近8:00了。在座的大家有没有把你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请大家合作一下哈。请注意一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调为震动或者关机。等一下，师尊莅临时，我们也要起身问候，师尊好，师母好，以及大家好。
人生是地獄，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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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地獄，师尊好，师母好，师尊顶礼坛城做大礼拜。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升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有要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哦。啊，麦克风。师尊早，师母好，我是莲花秉安，从新加坡来的。哦，欢迎您，新加坡，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慧娟，从新加坡来的，欢迎您。师尊好，师母好，我是凯翔，莲花凯翔，从新加坡来的。哦，欢迎你们哦。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龙边，啊，请站起来，前面把麦克风传到前面，先站起来。谢谢。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好，法师好，师兄师姐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大陆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市啊，广州市，我的法名叫。莲花净身，莲花尊身，谢谢。啊，欢迎您哦！啊，介绍得很清楚啊。还有自我介绍的吗？其实也看到有很多新面孔的哈。啊，如果龙边没有啊，有。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法师同们好。邱慧玲仅代表我姐姐台北市议员邱美莎。来祝福那个师尊圣尊莲生佛佛圣诞快乐，还有真佛中慧悟兴隆，谢谢。谢谢。龙边没有的话要传到虎边了，虎边有要自我介绍的吗？都很客气啊，其实啊，站起来站起来。师尊好，师母好，弟子是莲花文俊，来自香港。香港来的，欢迎你们。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好了，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来护持同修。同修南无观世音菩萨本尊法开示，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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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瓦扎拉旦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唵多罗多罗德维娑哈。念招请咒：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应，四平等一起手。大满达供养，所结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三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下施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唵萨瓦达他嘎达依达摩咕噜那那免扎那干尼尼耶达雅密。做是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珍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是皈依咒：南无噶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持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唵波利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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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利兰遮利。
恭诵一遍高往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悉空赞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果有缘，佛法相依，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金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宝顺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主功德宝王佛，过去积佛，未来显结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三际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松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呵求呵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宾尼尼得，摩诃迦得，真林真得，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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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或愿不能伤，刀兵力摧折，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往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此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共念七遍往生咒。
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弥哩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弥。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尼哩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尼哩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尼哩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檀波比，阿弥哩哆毗迦南帝，阿弥哩哆毗迦南多，伽尼哩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首节莲花童子首印。观想根本上师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短咒二十一遍。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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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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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所解观世音菩萨莲华合掌印。先观空，念观空咒：唵娑巴哇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哇苏多汉。唵娑巴哇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哇苏多汉。唵娑巴哇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哇苏多汉。观想虚空中有一个月轮，月轮中有一个白色的种子字屑字放大白光。观想月轮中的屑字旋转，化为白色自信观音、观世音菩萨坐莲台，天衣从裙飘动，宝饰璎珞严丝其身，庄严慈祥。有无量白净光照射，可观想大明六字咒围绕着菩萨放大光明。观想观世音菩萨右手持白净瓶，化成一道白光照观行者，行者之恶业恶念全化为黑气，由毛细孔蒸发出去，在大气中消失。行者全身纯白透明发光，得大清安。观想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飞到自己的顶上，住于顶上，然后缩小成一粒米大的光，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种子字屑字，屑字放光，摄召观世音菩萨进入中脉，一弹指间，自己与观世音菩萨
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此观世音菩萨心咒108遍，顺作此念诸观想。此咒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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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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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做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a Linda Ling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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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a Soha Om Jari Juri Jun Te So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ya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en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 Jaya Beka Jaya Ma哈贝卡泽亚拉扎萨摩卡德索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神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圆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一百零八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此咒嗡阿摩罗尼主文迪耶娑哈Om Amanoni Juvendiy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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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oni Juvendiye Soha Om
嗡阿摩罗尼主文帝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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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摩罗尼主文帝耶娑哈。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作众回向。一心敬礼，同修本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心敬礼，同修本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敬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接引由民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观世音菩萨
况白色光，喜悦疑惠众等的一切灾难，祈请观世音菩萨以羊脂净水洒遍疑惠众等的身心身口意清净，祈请加持疾病消除，祈请加持业障消除，祈请加持烦恼熄灭，祈请加持智慧增长，祈请加持资粮具足，祈请加持敬爱圆满。一心敬礼观世音菩萨，让一会者升起慈悲的心，升起喜舍的心，升起敬爱的心，升起能舍一切的心，祈请观世音菩萨以慈悲喜舍的光照耀物等，让我们清净光明，让我们在业障消除，让我们能够和平祥和，跟一切的圣者一样的清净。祈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们修行能够依照次第，渐渐的成就，最后终于能够就近成就。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祈请加持业障退散，灾难退散，怨敌退散。问空念三遍拜次名咒，
Om Pech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cha Sato Tinupadicha Chetsu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 Cha Sawa Karma Sotame Chittamu Sirir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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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encha Pecha Bawa Mahasamaya Sato Om Pei Om Pech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cha Sato Tinupadicha Chets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 Cha Sawa Karma Sotame Chittamu Sirir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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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encha Pecha Bawa Mahasamaya Maya Sato Ahom Pei Om Pech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cha Sato Tinupadicha Chets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 Cha Sawa Karma Sotame Chittamu Sirir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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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encha Pech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 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 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敬献他达请大家恭敬合掌有请西雅图雷藏士毕真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佛佛请法开示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无上法王根本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愿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真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师母丹增嘎措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东洲大师夫人九弟师姐。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庄俊耀医师。台北市议员切梅沙代表切慧玲师姐。那大家晚安，大家好。啊，你好，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是同修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同修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的显化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啊。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家家弥陀，户户观音，也就是每一个家庭大部分供养的都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佛教呢，一个佛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每一个出家众见面都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合掌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也有很多的比丘尼啊，他们念观世音菩萨。还有一次我在台北的时候，那碰到一个比丘尼，我跟他合掌说阿弥陀佛，他回念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跟我回念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嗯，也没有规定说男的都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女的都要念观世音菩萨，也没有这样子的规定。那么大家知道的，在台湾我们台湾话讲的叫观音刹那，观音刹那几乎每一个佛教徒家里他都有观音刹那，可能别的国家就比较少，但是在台湾哦，每一个佛教徒的家里都是观音刹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坐在中间啊，他有善财，有良女，然后还有太平鸟。那旁边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观音刹那有好多种，一种只有观世音菩萨，然后旁边就有善财，有良女，还有太平鸟。一种呢是有观世音菩萨，那么在右手边好像有关公啊，不管是右手左手，旁边有两个，一个是关公，一个是关平，一个是周仓。关公旁边就是关平跟周仓。那么还有马祖，马祖旁边呢就是千里眼顺风耳，也是观音刹那，中间还是观世音菩萨。就台湾常常看到，在台湾你到了那个信众的家，什么叫做刹那呢？就是图像
观世音菩萨的图像，才印着观世音菩萨，这样有善财童子合掌，有两女在旁边，啊，上面还有一只鸟，这太平鸟，它咬着念珠，啊，是这种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的。所以讲每一户家里都供着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本身的显化也是最多的，它的变化身非常非常的多。那以前我们刚开始信仰佛教的时候，根本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密教的时候，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它的变化就非常多。你开始念它从那个正法明如来开始，一直到什么它可以显现很多很多的身。普门品你如果读了以后，你就知道观世音菩萨他变化非常多的身，好像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就变化怎么样子的身来度你，把他显化最多的。普门品里面你读了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子他就显化什么身，他来度你，甚至于他变化成为人来度化你。然后学了密教以后，观世音菩萨的变化身也非常的多，像力度母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他的泪珠的本身的显化，白度母也是他的这个泪珠的显化，密教里面讲说留下两滴眼泪，那一滴呢就是力度母，一滴就变为白度母，这种变化。而且观世音菩萨的像三十二应身不只是只有三十二应身无数无数的变化身是最多的。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也是非常多的，包括人间在这个一般的这个人间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这个世间的信仰，也有观世音菩萨请恶的恶。你知道什么叫做恶吗？恶就是活菩萨穿的衣服叫做恶。我们很少看到观世音菩萨他穿这个好像说恶神衣，没有，但是在台湾有，台有观世音菩萨穿恶的恶不是肚子饿的饿我们称为恶二也是台湾人讲的衣，神衣，神的衣服帮他这个，然后在神坛几乎每一家的神坛都有供观世音菩萨，都有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也度化很多，像那个天上圣母也是观世音菩萨去度化他，度化他这个变成天上圣母的观世音菩萨的法力无穷，你修了观世音菩萨本尊法能够相应的话，几乎每一尊都可以相应的每一尊都可以相应的真的。因为观世音菩萨如果在佛来讲阿弥陀佛
身边的两个神随父，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一个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你相应了观世音菩萨，当然阿弥陀佛也一样相应了，当然大势至菩萨也会相应了。我们平时念阿弥陀佛都要念念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都要念到的。那么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说，因为他慈悲众生，他把如来的身啊，佛的身没有，他愿意以菩萨的身来度众生。他的应身很多的，我所知道的这个有像那个如意观音呐、如意观音呐、另外还有鳌龙观音呐、骑在鳌龙上面的观音，还有骑龙观音呐、骑在龙上面的观音。鳌龙是一种鱼啊，非常凶恶的鱼，它降服了鳌龙以后，就变成鳌龙观音。还有宜兰观音呢，拿着篮子，那里面有一条鱼，也叫做宜兰观音。那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南海观音呢，就是普陀山啊，普陀洛迦山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南海观音。那他的净土呢也有很多，有圆通净土，圆通的净土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那南海这个普陀洛迦山也是他的南海净土。那么就是在浙江啊，浙江普陀山啊，普陀山。这个中国大陆有四个佛教的净土啊，第一个就是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净土，一个是峨眉山啊，四川峨眉山，山西五台山，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净土，一个就是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净土，一个是浙江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那八大菩萨啊，八大菩萨如果以这个华严三尊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就是法王子，以净土三尊来讲，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都是法王子，都是法王子。那么以密教啊，密教的三姑祖来讲，这里面也有四倍观音啊，四倍观音，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另外还有金刚手菩萨。那么四倍观音就是法王子，就是法王子。以密教来讲起来，观世音菩萨也是很尊贵的，非常尊贵的。我们讲的像那个以金刚萨埵，就是五佛的法王子，金刚萨埵是五佛的法王子。但是金刚萨埵的金刚手菩萨代表着法力，文殊师利菩萨
本身就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四倍观音就代表着慈悲，那也就密教的三姑祖啊，三个法王子。所以观世音菩萨道可以讲这是千处祈求千处现，此啊那个什么法海是吗？福海啊，福海常作渡人舟，常作渡人舟。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真的非常伟大的，你看看西游记就知道了啊，西游记啊，唐三藏啊，孙悟空啊，沙悟净啊，还有猪八戒啊，一起去西域取经，每一次遇到困难，谁来救唐三藏，谁来救孙悟空，谁来救他们，都是观世音菩萨。都是观世音菩萨。那你看济公传啊，那个济公传啊，济公活佛传。你看济公活佛每一次念的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他的咒语就是 Om Mani Padme Hum。济公传里面呢，你看 Om Mani Padme Hum 多么有名，所以整个西藏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都是四倍观音的道场，每个人都争着是四倍观音的化身，像达赖喇嘛，他也是四倍观音的化身，像喀玛巴，他也是四倍观音的化身。几乎很多的这些这个密教的最高的啊，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整个西藏都是四倍观音的净土，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没有话可以讲了。那八大菩萨，他就是老大，他也就是老大嘛。这在娑婆世界度众生最多，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就是慈悲啊，慈悲众生啊。你慈悲也是第一嘛，慈悲也就是第一了。那这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菩萨，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那我们也学的，我们大家修观世音菩萨的法，就是念他的本尊咒 Om Mani Padme Hum， 他很多的，那么在好像金刚界、胎场界，他的观音院里面也显化最多的观世音菩萨，最多他的应化身也是最多的。我们念他的咒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结他的手印，观世音菩萨很多手印的、很多手印，不只是一个手印、但是我们想说他是也是跟着阿弥陀佛，也是莲花部的啊，莲花部的就以莲花做他的手印啊，莲花做他的手印，其实很多手印，这是未开的莲花，还有半开的莲花，半开啊，半开莲花，还有全开的莲花。前开的莲花，半开的莲花，还有这个前开的莲花，一般那个利度母所拿的莲花三斗，
一斗就是全开，一斗是半开，一斗是合起来含苞的莲花。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也是从白衣观音开始念白衣观音的神咒，你们这里有会念的吗？白衣观音神咒，白衣大士神咒，白衣大士神咒，谁会念的？谁常念的？这卡和华多，罗卡华多，谁会念的？啊，连一个人都不会念了、啊。对啊，你会念了，那你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嗯、哦，他的脸有观音像。你本尊是什么？观世音菩萨。你站起来给大家看看你的脸，他有点像观世音菩萨的脸，真的。人家他念白衣大士神咒，我以前也是念白衣大士神咒。我以前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念很多很多，念很多。后来我就念大悲咒，你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因为他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还有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十一面观世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里面就包含非常的、非常的广泛，它就非常多的，这个叫做观音初相。观音初相，什么叫观音初相？观世音菩萨的变化，啊，种种的，都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里面，就是观音初相，还有十一面观音，它有十一个头，十一个面孔，代表是四地十一地的菩萨。菩萨有从初地开始，初地菩萨，一直到第十地菩萨。第十地菩萨就是妙云啊，妙法云地，叫做法云地。第十地是法云地，第一地是欢喜地，到了第十地就是法云地。法云地，法云地就是等于是等觉，等觉快要已经变佛了，快要变成佛了。那么十一面观音就代表他是第十一地的菩萨，是妙觉，就是佛了。一个等觉就是等待着觉悟，等待着候补佛，称为候补佛。好，我们像这个读书啊，读到我是候补，或者考试的时候候补，就人家那边已经不读了，我马上就递补上去，这个就是叫做等觉。等觉就是那个佛已经下降了，他就升上去做佛，就是变成妙觉。妙觉就是佛，所以十一面观音就等于是佛。那千手千眼观音呢，也等于是佛。那他的手印，还有他的咒语，另外还有他的这个身相，身相。啊，非常多，观世音菩萨是非常多。啊，这一尊也是最灵感的，最灵感的，
最尊也是最灵感。千处祈求千处现。我以前我会念唱诵的时候，我就念。我们平时在念哦，念观世音菩萨，你们也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吗？谁念的？有没有念？啊，你们比丘尼诵经的时候有没有念《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念了几首？怎么都没有人举手哎？怪了。对，对，很多人念的，怎么搞的？光头的都没念，反而是在家的在念。我妈妈本身来讲，每天一定要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每天她的课诵，她这个普门品念完以后就有记。我以前去学这个课诵，那个老师就教我们好多好多种的，就是。世尊啊，妙相机，我今中文笔，佛祖啊，何应缘，妙为观世音，有没有？啊、哦，有念这个诵，课诵，谁？尊妙相机，我今中文笔，佛祖何应缘，妙为观世音。你看，我以前就会唱。就是要这样子唱的，那唱起来很好听啊。世尊妙相机，我今中文笔，佛祖何应缘，妙为观世音。就是这样唱啊，刚开始这样子唱，一直唱到晚，唱到晚差不多吃饭了。啊，如果用念的就很快了。嗯，这观世音菩萨很伟大，我是很非常尊敬。你看我这个问世的坛城，中间是瑶池金母。旁边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就是四尊天女。每一次我去到那里，就是摇五个铃，第一个铃我请瑶池金母，第二个铃我请众观音。我那里面整个问世的坛城都是观世音菩萨，众观音，另外还请众天女，然后再请所有的诸尊，最后请不动明王。我那个问世的坛城等于是观音坛城，除了瑶池金母啊做主尊以外，其他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跟四位天女，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很尊敬观世音菩萨。我们今天再来谈这个怎么又是瓶罐呢？哦，他这边好了。其实所谓三昧呀、啊，
告诉大家真正的三昧啊。什么是三昧啊？就是法，就是一个法。师尊所讲的法是什么？是什么法？它的范围非常的广，三昧啊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包括你的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的加行，然后再来的资粮，资粮也有三昧啊。然后呢，见道也有三昧啊。然后再修道也有三昧啊。再来究竟也有三昧啊。包括了法、资粮、欲望也有三昧啊，连欲望都有三昧啊。食衣住行全部都就有三昧啊，关系在三昧，三昧啊非常广，还有三昧啊行，三昧啊身。像今天呢，我们修的观世音菩萨，因为以慈悲为主，以习斋为主，今天就是一定要穿白色。一定就是一定要穿白色。我本来想说穿红色算了，因为我那一套红色已经穿过了。但是你像灌顶来讲，你要给弟子灌顶，一定要戴冠，一定要戴冠才可以做灌顶。他有规矩，他有规矩，你不戴冠，就是你戴了冠就代表五佛，你不戴冠，除非你有生贪嗔，你已经修行成了生贪嗔，你的眉心就是毗卢遮那佛，你的喉就是阿弥陀佛，你的心就是阿出佛，你的计就是宝生佛，你的密就是不空成就佛。因为你修了生坛城以后，你生坛城相应就是三昧雅身，可以不用戴冠灌顶。如果你没有修生坛城而没有戴冠，就是破三昧雅。出家人如果随便穿的一个便服啊，在街上走，哎，我穿便服在街上走，这就是破三昧啊。这个上师本尊，上师本尊跟你的护法，这三者的关系就是三昧啊。你跟你的上师，跟你的本尊，跟你的这个护法，这个就是你的三昧啊，你密教行者的三昧啊。你如果离开你的上师，去皈依了别的上师，依止在他的足下，你这个三昧啊就没有了，你就变成另外的三昧呀，啊，另外你跟那个上师的三昧呀，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存在，一个三角形的关系存在，就是三足鼎立的意思。这三足鼎立，包括了身三昧呀，口三昧呀，意三昧呀，包括了规矩。都是属于三昧啊，这个研究起来就很深的了啊，非常深，非常非常深的。
像你学佛了，你要守五戒，杀盗淫妄酒，不杀生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那你如果是喝了酒，就破三昧呀。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可以说，因为这个是让酒是让你做药引，药引的，那就没有破。好像你说每天晚上我喝一点补酒可以吗？那是可以。你如果是喝的那个不是补酒啊，不是药，那就不可以。你说你杀生，这个很多在美国或者北美洲、南美洲，甚至很多做餐馆的，他都要杀生的，怎么办？那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去补救。你杀生，你就念一个往生咒，或者密教行者，他本身来讲，他在吃东西，第一个先供养。我们吃东西一定要供养，要把这个东西供养。第二个，更严格的就是说，还要对着要吃的东西要吹一口气。另外还要持咒，还要解手印，要手印、念咒、观想三个，然后你才可以吃那个东西。当然吃青菜不用，但是青菜也要供养啊。你吃鱼肉就要啊，鱼肉豆蛋乳，你通通都要供养。供养还要解手印，还要持咒，还要做观想，这个就是三昧啊。所以有身的哈，三昧啊身，三昧啊行，啊三昧啊种种的都有的。先跟大家解释，今天跟大家解释什么是三昧。啊，师父，你的上师，你的本尊，你的护法都不能舍去的。你如果是说你依止的这个。依止了这个上师，那么有人问啊，师尊怎么可以有三个、有四个上师的师父？但是我没有舍弃啊。那像师尊啊，首先皈依的是了明和尚，再来是德松仁波切，再来十六世大宝皇卡玛巴。最后是图登达吉上师，皈依了四个上师，我皈依了四个上师，皈依了四个上师，但是我有舍弃这个上师吗？没有，因为每一次我在修法，都一定要把四个上师顶在头上。你要懂得啊，把四个上师顶在头上。你如果要皈依别的上师，那么你舍弃了啊这个卢师尊，那你就离开就好了。你如果没有舍弃，好像我想跟这个上师呢，跟着一个上师在学另一种法，那是可以，那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每一次都头要顶着两个上师，两个师父，两个师父啊，师尊是顶着四个师父在密教
那么在显教，我顶着三个师父，还有顶了三个戒师啊。我在显教里面呢，我皈依应顺导师啊，乐国法师、道安法师，这三个是我的皈显教的皈依师。另外还有三个戒师啊，受戒的时候受菩萨戒三个记号的三个师父，一个是慧山老法师，一个是贤顿老法师，一个是捷光老法师。捷光老法师是你们香港，是你们香港的。那乐国老法师也是你们香港的。那乐国法师也是来自于香港。所以我在显教有三个皈依师，三个戒师，在密教有四个皈依师。啊，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师父，一定要记得。你那个法名都给他忘掉了，那还算什么皈依师？啊，这个就是三昧啊，很多三昧啊，在这里讲的平观的三昧啊，啊，灌顶也有三昧啊。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平观，虚空中的本尊。进到了坛城的本尊，像要灌莲花生大师，你这个上师啊，一定要招请莲花生大师，要一定要修莲花生大师的法。那你用你的仪轨去招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来了，降在坛城上面，然后你把瓶子拿起来。灌顶瓶拿起来，你要请莲花生大士进到灌顶瓶里面。灌顶瓶里面呢，有已经有莲花生大士进到灌顶瓶里面，然后莲花生大士从他的毛细孔里面分出他的光跟亮，把他自己本身的法力。在这个跟水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这个上师再拿着这个瓶再给大家灌顶，这个就是一连串的三昧啊。虚空中的智慧本尊的莲花生大士降临在坛城上面的莲花生大士，再进到瓶子里面的莲花生大士，再给灌顶的，再给上师持着瓶给他做瓶观，这个就是三昧呀、啊，一个环节都不可以缺少，一个环节都不可以缺少。他如果智慧本尊没有降在坛城，你是灌顶破三昧呀、啊，智慧坛城的本尊没有降在瓶，你给人家灌顶破三昧呀、啊！你瓶中没有莲花生大士的法力，就是破三昧呀、啊。这个就是瓶灌。所以灌顶不是很随便的，你以为师尊拿起来一顶一下头，我是灌。一定要观想药师金母在这个瓶子里面，由他的毛细孔分出他的量跟力，他的力，他的法力跟他的量，他的本身的分出来的，可以讲，也就是说，他的法性在这个水里面。这样子灌顶才算不是破三昧啊，或者都是破三昧啊。
规矩很严的，所以这样大家了解嘛，对不对？就了解这个意义在哪里、啊。说不是，好要灌顶，好装水装水，啊水装啊，啊装满了、啊，好给你滴一点水，那个叫做自来水灌顶。啊，有一次啊，我到那个别的地方去。到别的国家去，那我进刚好人家供餐嘛，那我就进到一个厕所，那个去厕所一下，吃完了，我就去上一下厕所，啪一声，旁边跪下来一个人，我正要小便呢，他跪在我旁边呢。而且地上是湿的，我说你干什么？我要灌顶。他说他要灌顶呢，我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就问他，你要尿水灌顶吗？灌顶没有这个样子，灌顶也要礼仪啊。第一个，你要请佛菩萨来，你好意思请佛菩萨到厕所吗？对不对？啊，你的贡品在哪里呢？你也没有贡品。他说我有红包，红包是给上师的啦。但是你要请佛菩萨来啊，你一定要有东西去请佛菩萨来，一定要有贡品。而且你要灌哪一尊，哪一每一尊的贡品都不一样哎。你要金刚法灌顶，一定要酒，一定要生的牛肉，一定要的金刚法灌顶，一定要酒，一定要生的牛肉，还有煎其他。我讲嘛，你要橡皮财神灌顶，你一定要有香蕉啊。红财神灌顶，你一定要有香蕉的。你不能只买一只香蕉，那个填他的口都不够。那个要合宜这个礼仪，这个就是三昧雅嘛。那今天跟大家讲啊、哦，根本为三昧雅。为升起次第，什么叫升起次第？就是属于世俗地，在世间的，属于世间的。如果圆满次第是属于无形的，升起次第就是有形的。后得三昧啊，为三体性。什么叫做三体性？人身上有三个体性，有三个体性。这个三体性，一个是虚空的本来的本我，肉身的我，跟心里的我，跟本来的我。饮食三昧呀，为五肉五甘露丸，五甘露丸，五肉跟五甘露丸，这是饮食的三昧呀。五肉跟五甘露丸。什么叫做五肉？你们知道吗？当然现在没有用五肉了，没有办法拿到五肉，其中包括马肉，哪里可以拿到马肉啊？对不对？在西藏当然是有五肉五甘露，他们规定的那五种甘露丸。守护三昧啊，为根本之分之22的三昧啊，这是守护的三昧啊，不离三昧啊。我告诉你，金刚上师不能离开灵跟处啊，灵，金刚灵跟金刚处不离三昧啊，你不能离开金刚灵跟金刚处的。
所以有时候金刚杵跟金刚铃，你出外弘法，你要带你的金刚铃、金刚杵一起去的，那叫不离三昧啊，守护三昧啊，根本之分共二十二三昧啊。我告诉你，这很简单的，嗡波利兰之力，一个咒语，一个金刚手菩萨，嗡波利。波利就是金刚手菩萨咒语、哦、你这个按照金刚手菩萨本身的那个一个手印，他的手印是这样子，但是我叫大家用金刚，用金刚合掌，金刚合掌也是可以，波尼本身的手印是这样子勾勾这个吧，要勾勾这个字才对，这是金刚手，金刚手菩萨的手印，无名指相勾这样子，这是波尼的手印，波尼金刚手菩萨的手印，另外这个也是金刚手菩萨的手印，他有手印，有观想金刚手菩萨，这一手拿着金刚杵，拿着这一手拿着金刚绳，金刚绳啊，他金刚面相，然后脚步就是那个弓箭步。脚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弓箭步，他的形象，这是守护三昧啊，啊三个，有一个人想减肥。他找医生去咨询，医生跟他讲，你要减肥好，早上一颗水煮蛋，中午一颗馒头，晚上半颗馒头就好了，你就能够减肥。这个人问医生，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医生回答，你可以走了。那个人还问说，是早上一颗水煮蛋，中午一颗馒头，晚上半颗馒头。他居然问医生，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这个就是减肥三昧呀。你按照规矩来，你就能够减肥。哦，像慧君上师，慧君在哪里？啊，在这里啊，他常常在减肥。啊，他讲，他说我已经在减肥，他也瘦了很多了，不过面孔瘦了，身体也不瘦。什么原因呢？吃零食，他是最喜欢吃零食的了，就是看一下书啦，或者动一下电脑，旁边就一个东西，咕咕咕，就一直吃啊。你说不会胖吗？那个就是热能哎，你吃的东西都是热能啊，你还会瘦？你不要看他头小小的，你从后面看他的屁股。哎，要减肥要懂啊，我告诉你哦，真的胖了实在是不好看，告诉大家胖实在是不好，不是很好看的一件事。有一个人呢，他喜欢这个过年的时候唱歌，就念了，有钱没钱讨个老婆好过年啊，正在这个这念啊念啊，旁边呢有一个胖妞，
就望着这位这个男士，他说：“那我嫁给你好了。”这位男士看看他，从头看到脚，看了看，我今年不过年。你看他的苗条多好，苗条哦，他不一样的，嗯。你看看师母，你看他脸虽然大，但人家身材保持得很好哎。那今天是 holiday， 跟朋友们去游船。上了船以后，那开船的人发给了每一个人一片面包，一个面包了，一个面包了。那么他就把这个面包吃得差不多了。船长发现了，才告诉他，那个面包是哪来喂鱼的？他既然把它吃了，那慧晶就是这样子。告诉你啊，有一个人呢，去找这个摩古大师来算命。摩古大师啊，你知道吗？这个摩古大师摸了半天以后啊，就跟他讲：“这个对不起。”那另外那个人就问蒙古大师：“怎么啦？什么事？你对不起我？难道我有什么灾难吗？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吗？我非常的担心啊。”那个大师就摇头：“我摸了半天啊，摸不到你的骨。那摸到什么啊？摸到的全是回油啊。”很恐怖的，胖成这样子还找摸骨大师。啊，怎么搞的，今天全部都是发胖的问题。有一天呢，小明问胖妞：“有人说过你漂亮吗？”胖妞回答：“有，是我爸爸跟我阿公。”小明又问：“有没有人追过你呢？”“有。”这胖妞回答：“有，野狗。”小明又问胖妞：“有没有人对你吹过口哨？”有没有人对你吹过口哨？胖妞回答：“有，有，交通警察。”你看胖很不好。记得减肥啊！那胖起来真的是，淑珍有没有胖？没有，没有啊，还好。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从小他就有香港脚，这个脚又非常的臭，然后又长癣，
他的脚又长癣，又有飞指甲，又有霉菌，又脚又有霉菌，又有飞指甲，又有香港脚，那个脚又是皮肤又长癣，真的是恶心死了。有一天呢，他被毒蛇咬了一口，脚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6个小时，这个毒蛇才脱离生命危险，因为他的脚把毒蛇毒死了。这里面也有含三昧啊在里面呢，含三昧啊在里面，真的。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师啊，在做灌顶的时候，他叫人家买，大家全部买矿泉水，有没有？啊，买矿泉水，你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就买一个矿泉水，然后他就教你，你要念什么咒，观想什么，然后你矿泉水再淋在自己头上。那个就是灌顶了。有一个大师是这样子做的，依照法来讲，依照密教的法来讲是不可以的，依照三昧来讲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大师本身能够号召，他能够请虚空中的本尊下降进入灌那个矿泉水里面，那你拿矿泉水来倒在你头上，算灌顶，就算灌顶。以后呢，你们要灌顶的话，你们给我接一个水龙头来，我把本尊请到这个水龙头这一条里面，就这个。你们坐在那里就可以了，就一撒，全部都灌顶了。所以其实三昧啊就是这样子，你合了合法就是三昧啊，你不合法就是破三昧啊。啊，以前有一个法师啊，就美国有一个法师杜伦法师啊。他说显教的出家人要穿三衣，他规矩，古代的规矩是真的要穿三衣的。三衣包括里面的小褂，外面的外褂，再加上的戒衣，就叫做三衣。显教是有的，有这个规矩，三条衣啊，三条衣是有这个规矩。那密教呢，我们就是平时就是穿啊喇嘛的装，那平时也没有叫你们穿戒衣，就是说我们宗派里面，在我们宗派里面是属于合法，是合法的，这样子穿就是属于合法。那么你如果穿便服，就是犯三昧啊。所以很多人都是穿便服是不如法的哈。老婆问老公，如果我们两个都死了，都下地狱怎么办？老公回答，我会祈求上帝让你去天堂，我一个人在地狱就好。老婆讲，说算你有良心。老公讲，我就是怕我们两个都在地狱又结为夫妻，对我来讲那才是真正的地狱。结婚真的很可怕，告诉大家，结婚真的很可怕。一个
一对夫妻在睡觉，那么先生突然间哭了，哭好的好惨，他在做梦他就哭了，哭得好惨，太太把他摇醒说你哭什么，我梦见我结婚了。哦，啊，太太说那结婚是喜事啊，你为什么在哭呢？他说当我掀开新娘子的面纱的时候，发觉又是你。很惨的结婚呢，很可怕。这个师尊啊很想这样子，以后啊我身上是没有什么记号了，也没有刺青了，以后我想找一个刺青的，找一个会懂刺青的给师尊刺青，刺在胸前的绝不结婚。结不结婚？刺在胸前，那转世以后啊，他会留下几个疤痕。结不结婚？长大还看得见，提醒自己。转世以后，如果来人间呢、啊？如果来人间呢、啊？是这样子。但是其实，真坦白讲。师母确实帮助我非常多，所以结婚证书是一种三昧雅，你知道吗？第一个是法院，第一个是男方，第二个是女方，这三角关系在。你结了婚，在法院登记了，你是法律一个夫一个妻，这就是结婚的三昧啊。你们两个就不能够分开啊，分开也是，但现在离婚的也很多，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你娶到一个好的妻子，不能这样子讲。以前常常这样子讲，但是过去你娶到一个很好的妻子，你就要多娶几个。你娶到一个非常的凶狠的妻子，一个就已经很足够了，但是师母不例外啊，师母例外，师母是非常标准。而且真佛宗的江山，他是帮师尊建立的半壁江山，半壁江山，他是很了不起的，他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师尊从来就是记得这不离不舍。陪伴到老。他等于是我人间的本尊呢。人间在娑婆世界的本尊，不是智慧本尊，不是坛城曼陀罗的本尊他都不是，他等于是我，也是很恭敬的，是我恭敬的这个师母。
结婚就是三昧啊。你看嘛，真的，一般人结婚呢、哦，要守这个三昧啊，很困难，这是很难守的。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根本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唱诵组准备。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六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勾财天女护摩大法会，赐授勾财天女不共大法灌顶，讲授道果。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详情请参看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查询。明天护摩法会开始前，下午1:30到2:10，在彩虹雷藏寺护摩殿主办苏墨传世间读书会，由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常住上师莲旺上师带领大家导读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讲解地藏经，请大家带着书本或上真佛博业藏网站点选这本书，带到读书会现场一起共读。读书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详情请参看真佛博业藏网站查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将于8月24日星期六下午2点亲临主持西雅图雷藏寺一年一度的西斋祈福超度秋季大法会，授传密勒日巴尊者本尊法，并开示相应后升起着火的珍贵要诀，请大家赶快告诉大家，珍惜此千载难逢的大法缘。法会地点在美国西雅图梅登堡会议中心。本次法会的助祈功德组将由卢生燕布施基金会统筹，请将报名888主持者赞助金交给基金会或银行汇款到基金会的账号，我们会将主持者的名单参与法会主持，也将主持赞助金参与基金会的布施活动。无限感恩您的发心支持赞助，期待您的到来。详情请参看卢生燕布施基金会网站查询。世界真佛宗2019年秋季研习联谊暨联谊会即将于8月26日、8月27日在美国彩虹雷藏寺揭开序幕。中委会热情邀请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各道场负责人共同加入文思修的精进行列，请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如果无法上网报名者，请联络西雅图雷藏寺资客处或中委会领取纸本报名表。研习会相关信息可联络莲统法师、莲汝法师，详情请上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查询。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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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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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审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恭请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
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顶礼传承做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唵啊吽。二拜诸菩萨，唵啊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师母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lockage. Thank you for viewing.